哎呀，这大长腿，哎呀，哎，老婆，下班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叫我，可以吗？行行行，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你问。那个，你有男朋友没？有没有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都吊他你了，你单身，但是像你这么优秀，追你的人可多了吧？我说的对吧？哎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你想问什么？赶紧问，我还有事情呢。哎，我还真有事儿，那个。我想让你得到我，我不想得。哎，我很好得，一得就能得得到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抽空得，我真的很好得，一得就能得到。我没兴趣得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今天确实有事想找你。什么事？想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。